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由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摩百合为您带来的2021至2022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我是本场解说朱贝尔。今天是第21个比赛日，也是 F 组的第10轮比赛。本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深圳中赛女排和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女排。现在介绍本场的裁判员。介绍担任本场比赛裁判员，第一裁判员杨旭，国家级。第一裁判员杨旭。第二裁判员黄鹏，国家级。第二裁判员黄鹏。司宪员蔡大森，国家级江苏。司宪员是蔡大森和卢小璐。司宪员卢小璐，国家级江苏。鹰眼挑战裁判员柯强。视频挑战裁判是柯强。现在介绍双方的首发队员。介绍本场比赛双方上场阵容及主教练。深圳中赛女排3号队长张玉婵，8号卞子倩，9号王佳敏，11号张倩，12号杨文琪，17号达亚娜·罗斯科维奇，自由防守队员10号张倩倩，主教练包壮。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女排2号何杰，4号张新路，5号吴丽琴，8号孙凡杰。这边深圳女排的首发阵容是二传卞雨倩，主攻线上是张艺婵搭配杨文锦，副攻线上是王佳敏搭配张倩，接应是大波斯科维奇。云南女排这边二传是何洁，主攻是副攻线上是张新路搭配雷燕希，主攻是孙凡琼搭配胡玉琴，接应是黄晓燕。首先是孙凡琼发球，刚刚这个球是小球，处理的时候直接垫上了网，送了对深圳队的一个探头。这个传球确实传的比较上网。现在是深圳女排率先取得了第一局的第一分。现在杨文锦发球，一传半到位，调整给3号位，一个半高球，这边无功过网，再组织，扣了一条小斜线被防起，这边
这边在接应球的环节是出现了问题啊，深圳女排这边。这边二传插上有点慢，这样云南大学电竞学院也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分，给接应，这个快攻，黄虎起再调整给胡玉琴，这个球被拦回啊。被十一号张倩拦中，张倩是97年出生，身高有1.92米，在网口也是具定着一定的高度优势。这边也是打了一个大斜线，球也是压到了底线。九号黄小燕也是01年出生的一名小将，一传不到位的一个调整球，这边防守起球给后排，好球，这个球也是打到了对面的底线。好嘞，杨文锦。在第二阶段的第二小阶段中，深圳女排是3-0分别战胜了河北女排和四川女排，云南女排方面则是3-2战胜了，苦战五局战胜了河南女排，但0-3负于了福建女排。刚才这个球是二传的一个被动的处理球，但是得分了。有。现在是胡玉琴发球，一个发球失误。现在场上比分是4-3，深圳女排领先一分。目前联赛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尾声，11轮过后。积分排名第一的是天津渤海银行，是11胜0负，积33分。第二是上海女排，10胜1负，积30分。第三名是江苏中天钢铁女排，也是10胜1负，积30分。第四是辽宁华军女排，9胜2负，积26分。第五是山东日照钢铁女排，7胜4负，积22分。深圳女排是排名第七，6胜5负，积18分。这边一个二次的进攻被直接拦回，这个探头球还是离网比较远啊。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则是3胜8负，积8分，是排名第10。开局云南女排这边状态提得非常的到位，这边深圳队也请求了换人，15号魏雨欣换下了19号王佳敏，这边的一个发球直接得分，也是追发的主攻张一婵。这轮也是深圳女排的一个反轮。慢跳。也是凭借着杨文锦的一个强攻打手落在了界内，得到了一分。
魏鑫发球，好球哎！呀，打了一个时间差。好球，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云南女排这边是前排三点攻，二传何洁发球，一传到位，他一个快攻清掉，职业号张倩将球扣中。面对深圳女排的张倩，云南女排复攻的网口高度仍然是欠缺一些，给接应保护起。深圳队这边机会，好球，大波斯科维奇的一条斜线将球扣中。到位，这发球这边在组织，好球，一条小斜线，波斯科维奇的技术特点他是抢高点，他扣球的点都非常的高，是边甩抽打球。看到位，对，孙凡琼，但是这一条想扣一条直线拐手，但是带的比较多，还是打到了界外。云南挑战球出对方拦网这边，这边云南大学也是，云南女排也是求了挑战，挑战的内容是打手。确实看得非常的明显啊，没有打到手。现在深圳女排也是反超了比分，成场比分9-8。一传到位。配了一个快攻，这个球感觉张新路和何洁手腕是全在一起打的，但是这个球还是轻轻的掉在了前区。现在场上比分9-9，好球，波斯科维奇的强攻，打了个交叉，深圳女排虽然说是首次参加排超，但是其中的队员也都是富有经验的老将，所以相互之间的磨合配合还算是比较默契的。刚才那个球也是想发一个压底线，但是还是出界了。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10-10。好，翻到位，一个清掉，好球，博斯科维奇再得一分。深圳女排在上一场对战四川女排的比赛中，张一婵是拿到了本场的最高分16分，大波斯科维奇也是拿到了15分。
快攻，这球裁判也是判的打出界。一条拐手线，手腕还是带的有点太多了，球打到了界外。给接应，还有无功过往，这边组织进攻，保护起，这球自我保护起了上网，确实第二次不太好接。这个是复工，复工并魏雨欣拦网的时候并的比较慢，打到了手，发球的直接得分，这个球好球，黄小燕发在了界内，双方比分交替上升，现在比分来到了12-12。一个发球失误。深圳队进球犯人17号下、16号上、8号下、19号上。这边深圳队是请求了换人。好嘞。换上了16号张可凡和19号李工会。刚才这个球也是打了一条大斜线。云南队也拼得非常的顽强，连续的保护起球，好球，孙凡琼的强攻，扣了一条小斜线，线路打得也非常的短啊。现在云南女排这边又将比分反超，领先一分。保护区还有给张一婵打了一条直线，张一婵作为深圳女排的队长，也是每场比赛中也都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她曾经也入选过国家队，之前也是上海女排的前队长。这个确实界外的很明显，但是救人还是接了，一个后排的清掉，再组织，这边也是还了个吊球被防起，再给杨文景被防起，孙凡琼再给杨文景轻戳被防起，自我保护直接过网，小斜线再被防起，再给孙凡琼，给杨文景，这个球来回球非常的多，双方也是非常的拼，这个球非常的精彩，最后也是凭借着杨文景手上的扣球的各种变化，将球打中，打了一条大斜线得分。这边好像云南女排这边的队员是好像崴到脚了。19号下、3号上。是黄小燕，好像是被踩到脚了。换上了3号刘梦雅。
杨文景作为一名个子不算很高的主攻，虽然没有身高优势，但是他能达到50%的扣球成功率，完全是靠得上手上的技巧。理工会的二号位这个球是直接打到了网带啊，没有过网，现在比分来到了15-15。好球，斯凡琼的一条斜线。刚才这个球复工也是判断出来了，判断出来对方的杨文景的一个轻吊，直接下侧的一个防起，也是成功的打了一个反击。杨文景还了一条大斜线，双方交替得分，比分紧咬。一个轻吊防起，给杨文景防护起，直接过网，这边再组织给斯凡琼，防护起还有，再给快攻，再保护起，这球有些进网，这边的直接的一个处理球。杨文景打得特别的聪明啊，他阅读比赛的能力是真的非常的出色，直接的一个处理球处理到云南女排的一个空位，一个空位的得分有点出其不意啊。没到位，这个没配上，处理过去，小斜线被防起，直接防过网，再组织，好球，一条直线，理工会的直线。理工会这名球员也是非常的年轻啊，是04年出生，身高1.89米。这边云南女排是请求了暂停。高就是高，快就快就失常。都可以，那个人是叫进来的，你进来的也好了嘛，那后面的小球还可以处理。小球他现在是四个人的一个了，对哈，你抓好那个脚跟，那个后面小球有地方还有。如果你们的地方是抓好那个地方还有，他刚点的后面也有。一号位跟二号位中间的那个，就是一号不、一号位跟就是岔线这个这条黄色那个是啥？急用的，我也知道。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现在场上比分是18-16，深圳女排领先2分。给斯凡琼，这边也是打到了标志杆，这个球拉得比较开。传到位，给一个快攻，被防起。李工会扣了一条小斜线，裁判是判的界内。云南女排这边是请求了挑战，挑战这个球是落在了界外。
这个球挑战也是挑战成功。斜线呢？是直线过来的啊。斜线就是直线球过来的啊。对，队长说一下，我们要斜线打的，二号打的斜线多少啊？放错了啊。这边是场上视频回放，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是挑战失败。刚才画面上是出现了挑战失败，但是这个球确实是挑战成功，是挑战成功。这边裁判也是出示了黄牌给深圳女排这边。现在比赛继续，一传到位，一个快攻清掉，给防起。这个球是打的线路比较长，打到了界外。这边深圳也进行了换人，两点换三点，换上了卞宇倩和大波斯科维奇。一传半到位，调整给孙凡琼，保护起有杨文锦的斜线被防起，再给孙凡琼。这个球孙凡琼他的身高是1.87米，对于对面张倩的拦网来说还是占优势的，所以手腕下的变化就好去跟别人一样。好，明白。好，然后挑战权没得把握了，你给啊，好整好质量。你出去玩到我的群了，因为现在他们顶死了，顶得很好，有机会你就就打你自己。我边上啊，啊，没有。一二九，好吧，就这样，别人。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现在比分是21-17，深圳女排这边领先4分。一传到位，处理的一个长线，刘梦雅处理的也是非常的聪明，直接将球传到了直线。发球，小前线被防起，再次起球。今天云南女排这边的防守的成功率也是非常的高啊，防守也是比较的拼，最后还是凭借着大波斯科维奇的个人能力打了一条小前线得分。快球被拦回，再组织，再给一个，给防起，给后排一个轻搓，大斜线被防起，再给后排，直接过网，调整小斜线被防起，这个球
这个球防守的比较上网。这个球确实只有副攻离的是最近的，这个球还是需要在网上处理啊。现在比分来到了23-18。这边也是深圳女排的一个碰网，闽南女排再得一分。一传到位，一个快攻，张倩将球扩中。这球也是对方的一个单人拦网。现在场上比分是24-19，深圳女排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张倩发球，传板到位，保护起，这球也是拦到了界外。深圳女排这边也是请求了挑战，挑战这个球是打到了界内。球确实压到了一点点的边线啊，是挑战成功。这样深圳女排是凭借着最后一个挑战的胜利，25-19拿下了第一局。我们稍事休息。
回来，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由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摩拜和为您带来的2021-2022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本场比赛对阵双方分别是深圳中赛女排和云南大学滇池学院女排。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的比拼。第一局在比赛中，双方开局状态调动的都非常的不错，进攻防守小球拼的都非常的顽强，来回球很多，最后深圳女排也是凭借着关键球的得分拿下了第一局。我们来继续看双方第二局的比拼。卞雨倩先发球，一个轻吊，一个交叉将球扣中，刘梦雅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也是晃这个战术的配合非常成功，也是晃过了对方的拦网队员。那么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也是拿到了第二局的第一分。里面保护起还有杨文锦，扣球还雷燕西将球扣中，这个球也是扣到了一个后场。在第一局的计统计中，深圳女排这边的失误是比云南女排要少失误两个。篮网得分是三分，云南女排这边篮网得分是一分。这边也是大波斯科维奇的一个交叉还了一分。在第一局的比赛中，云南女排这边的接应首发接应黄小燕也是在一个多次的来回球的争夺中，脚腕好像受伤了，也是第二局也是没有首发出场，是三号队长刘梦雅率先登场。刚才也是一个发球失误，掉了一个长线，但是这球是掉到了界外。这个球手腕还是拨的太多了。现在场上比分是1-4，云南女排领先三分。张一婵的一条大斜线，线路比较长啊，想要压底线，但还是出界了。这边深圳女排请求了挑战，挑战的内容是界内。这个球确实一个界内球啊，挑战成功。在从第一局到第二局，深圳女排这边的几次挑战啊，还是颇有成效。张倩发球，这个是追发了前排的主攻，也是起到了作用，发球的直接得分。OK。给三位半高保护起，这球也是没有自己保护起。三人拦网，这个球是打到了大波斯科维奇的手上。
现在场上比分是4-4，真正女排连追三分。一个背飞，又是再得一分。的确，复彩也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球也是碰到了网。胡玉琴发球。这球也是发到了界外，现在场上比分是5-5。大布斯科维奇发球，一看到位，小斜线被防起，调整给张一婵一个轻拍。雷彦希的背飞被防起，再给张一婵直线起球，还有一个轻吊，魏雨欣的轻吊，这个来回球双方的拦网都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都是将球有效的撑起，在组织进攻，最后也是凭借着魏玉欣的吊球再得一分。好球，雷西的背飞，再次将比分追平，现在场上比分是6-6。云南女排也是换上了13号熊青青，也是个05年的二产啊，非常的年轻。又是个轻吊球的得分。云南女排这边防守的站位比较偏后，给四号位强攻，自我保护起，杨文景的直线的高压吊球，也是吊了一个直线的长线。好球，这个球孙凡琼下手非常的快啊，抢的那一下非常的果断，也比较坚决，也是打到拦网队员的肘，掉在了自己的怀里。一传到位，一个背飞被防起，这个球确实防得比较的冲，第二次也不太好追。现在场上比分是9-7，这个女排这边领先2分。小斜线被防起，孙凡琼的今天的发挥也是非常的出色啊，在进攻端终结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出色的。这边杨文景的防守也是将球垫出了界外，一个快球吊球被拦回，再组织，再一次吊球给二号位，一个轻搓给防起，
和后排。大博斯科维奇的扣球也是非常的有力度，这球云南女排这边也是将球接飞。今天场上双方对一些小球的处理都是非常的细腻的，所以双方打的来回球也是比较多。一条小斜线切得非常的漂亮，胡玉琴。也是避开了拦网队员的手。张新路发球，没停掉，打得也很聪明啊，看到了一个大的空位，直接将球掉了过去。传到位，吴快攻保护起还有调整，再次被拦回。胡玉琴是2002年出生，身高只有1.80米，确实在扣球的高度上还是比较限制的。对方拦网队员照的也非常的严实。杨文锦发球，也发球的直接得分，也是追发了前排主攻胡玉琴，这边是自由人的一个抢接，将球接飞。真正队的连续得分也是值得云南女排这边叫了一个暂停。暂停结束，比赛继续。好球，这个线路打得比较的长，打到了对方的一个底线，也是从两个拦网队员的手中间穿了过去。确实身高不占优势的时候，手上技巧也还是要多一些。保护器还有，再给张一婵的一条小斜线，扣球得分。现在比分来到了14-10，深圳女排是领先4分。小位强攻被拦回，的确云南女排这边胡玉琴不下球的时候，二传可以再考虑调动一些其他的进攻点，毕竟对面的拦网队员是波斯科维奇。这个球也是给胡玉琴打到界外，裁判是判了界外，这边云南女排也是请求了暂停，请求了挑战，挑战的内容为打手。
球确实打到了达布斯科维奇的一个手指尖，挑战成功。现在场上比分是11-15，深圳女排这边领先4分。确实刚才这个球胡玉琴非常确信这个球打手，调整给分散球，再被拦回一个处理球，这样一场的直线，这样一场一个直线的高压吊球。这球掉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发了一个前驱，然后传的一个被动的二次吊球，但是反应也是非常的快啊，二次吊球得分。这个球也是雷燕希的一个发球失误，打到了界外。一传比较上网，但是也是二传的一个跳传，将球传起，打了一个快攻。张新路将球扣中。深圳队也是2点换3点，换上了张可凡和李工会。这边深圳女排再得一分，强攻得手，一传到位，一个配个交叉，掉在了中间的心，也是一个高压吊球。刘梦雅在场上的经验也是非常的足的。追发了张一禅，这个球也是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成半到位，给杨文锦一条小斜线，将球扣中。云南女排这边也是将球接飞。这边也是换回了卞雨倩和大波斯科维奇，现在场上比分是19-15。深圳女排领先4分，卞雨倩发球，这个球也是发到了界外，这边
云南女排是换人发球，换上了12号杨宝明。一传到位，保护到了后区，好一个好球。云南女排再追一分，正好打到了刘梦雅的左手。好球，大波斯科维奇的一个交叉将球扣中。手腕也是拐得非常漂亮，打了一个转体线，保护起还有，还有这个球，张一婵抢得非常的快，下手也非常的快。打了一条斜线，云南队也是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因为他是可以去传球的，教练准备控制一些战术。你现在是在前场吗？就是记得我跟你讲的，中线是不要往下靠，要么就偏。你现在打出来一个，你就有一种进步啊，然后直线打挡是大的，打直线啊。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1-17，深圳女排领先4分。这个球确实也是发到了界外，也是想发一个长线啊。这样云南女排再得一分。刘梦雅发球，张一婵的强攻将球扣中，传到位，一个背飞，被防起，好球！胡玉琴也是扣了一条斜线，从两个拦网队员的手中间穿过去。确实，拦网队员没有并起来，漏掉了一个中间的线。这球胡玉琴发球显得有些着急，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啊。现在场上比分是23-19，深圳女排领先4分。大波斯科维奇发球，发了个前区轻球，这小斜线被防起，一个轻吊再次保护起，再给孙方琼，也是一个轻吊，这边也是吊球，一个二次进攻。这个球确实网口有些着急了，打的时候这个也是二传，
熊青青扣球，手腕带的太多，扣球接了。菲菲，这样凭借着最后的一个拦网得分，认证女排也是以25-19的比分拿下了第二局。现在深圳女排是以2-0的大第三局比赛开始。第二局双方打的也是非常的精彩，来回球很多。开局呢双方都抓的比较紧，双比分是交替上升，最后深圳队还是凭借着自身的经验以及在进攻端场上队员的强势发挥拿下了第二局。现在进行的是第三局的比赛。云南女排孙凡琼率先发球，一个调整球，小斜线被防起，拉开给主攻，但这个球被拦网拦了回去。这个球也是砸到了张倩的脸上，弹了回去。一传到位，一个快攻，好球！张馨露的快攻。一传到位，起来，拿，别晃，我晃，老吴起反击，这个球被罩得很严实啊。手腕想拐直线，也是被那个大波斯科维奇拦住了。
一传到位，打了一个战术球，但是这个球也是想打直线，但是线路太长，打到了界外。这个球也是拐多了，确实胡玉琴在面对对方的高拉网时手上还是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变化还是要减少自己的失误，在减少失误的同时灵活的变化。刚才这个球也是刘梦雅的一个打手出界，相较于刘梦雅，她的经验比较丰富，打到手的一个出界，虽然身高也不是很高，但是她对球性的掌握和处理球都是比胡玉琴要稍微成熟一些。这个球也是被直接的拦回啊。二传可以再调动一下其他的点，来给胡玉婷做一些掩护。一背飞，好球！刘彦希的背飞，将球扣中。的确，这种战术球的配合，确实能把拦网队员的注意力给调动开。都有。好，一个弹网的运气球，发球的直接得分，也是云南女排将比分追平。格贝菲，好球！这球配合的也非常的默契啊！魏雨欣将球扣中。张颖婵发球。这个球二传也是传的比较到，防守起一个清掉，给后排也是一个清的吊球。在这种来回球里，深圳女排这边的经验还是比云南女排要更丰富一些，所以在终结球的能力方面，深圳女排这边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到位，直接的二次吊球被防起，轻拍了一条小斜线啊，杨文锦。杨文锦他是来自江苏。坚决一点，然后好牌的人火点那吊球啊，轻就把它拿起来。一个球，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暂停的时候，云南女排的主教练还是叮嘱队员们，首先要把小球给做好，动作处理球还是需要更细腻一些。这边暂停回来之后，张一婵也是发了一个界外球。现在场上比分是7-5，深圳女排领先2分。
一传到位，一个背飞，直线被防起，一个仓位半高球的吊球，这边也是防了一个吊球，调整给孙凡琼的一个大斜线，将球扣中。手腕上还是拐了一下，拐到了一个中间线。这球也是雷彦希的一个发球失误，在追分的时候还是尽量要减少这种发球的失误。普攻过网，防守也很拼啊，防起还有好球，这个球也是打到了界外。双方今天的比赛中防守表现的都非常的出色，一个轻吊中间的心好球，双方在场上的一些变化也是非常的多，重扣轻吊还有搓球，打的还是非常的灵活的，一个快攻，一个轻搓好球，孙凡琼打的这球也打得非常的聪明啊。拖在了三米线上，你想半到位，给杨文景，杨文景的一条斜线得分。一传到位，一个交叉被防起，给后排好球，拐了一条顺手线，张一婵的后排攻也是非常有冲击性的。一场半到位，调整给孙凡琼，被防起，这个球裁判是落在了界内，是大波斯科维奇的一个后球小斜线擦到了网。云南女排这边也是请求了挑战，挑战球落本方界外。这球也是没有，压到线，是一个界外球。这个界外球挑战成功。现在场上比分是11-9，深圳女排是领先2分。
边被防旗保护旗，还有这边是拦网到了界外，这球是拦到了界外，云南女排再得一分。孙凡琼发球很到位，一个交叉，大波斯库维奇将球扣中，一个轻搓被防起，还有张一禅，张一禅吊球，这边给胡一群一个打手的出界，好球。好球，这球也是确实是打到了莫斯科维奇的手上，弹到了界外。现在两队的分差只剩一分。发球的直接得分，也是将比分追平。云南女排这边的连续得分也是迫使深圳女排叫了第一次暂停。现在挑战对我们很不利啊，他两个直线给了我们打一直线啊，我们先不说了啊，现在赛风赛季我们保上第一位啊，然后下来我们再找啊，不受影响，哎，把我们的保障环节做好之后，把这一攻打下去啊，然后找外援啊，别人掩护外援下打啊，你们两个边攻准备啊，边攻准备啊，其他人保障一球点，再接一点稳定一攻有第二招，暂停结束，比赛继续。张新路发球，这边一个防反球，胡玉琴的直线将球扣中，现在云南女排是反超了比分，这个直线非常的漂亮啊。传到位，给张一禅，被防起，给刘梦雅，一个打手的弹起，但是没有来得及防起来，暂停回来，云南女排连得两分。深圳女排也是换下了大波斯科维奇，换上了十九号李工会。一传到位，给张一禅，直线被防起，调整给胡玉琴，大西线被防起，再给张一禅，小西线再次被防起的一个探头，好球，这球。云南女排这边的防守将球起得比较上网，江倩的一个探头球将球扣中，拿下了这一分。对，胡玉琴，这一球胡玉琴也是抢了一个直线，手腕上的变化非常的多，下手的速度也非常的快。你传到位，防守非常的拼啊，云南女排这边
张一传的吊球也是被拦回，再组织给二后卫，被拦回。这边云南女排领先了三分。这边深圳女排这边打得有些着急。一个背飞，魏雨欣的背飞直线得分，也是帮助球队度过了这一轮。这段时间云南女排的状态势头非常的好。慢点跳，慢点跳，慢点跳，翻到位调整给胡一琴，这球也是打手。这几个球胡一琴打的都非常的聪明啊。好，可以，有一个平打擦到了拦网队员的指尖。有都有。好的好的，李川直接垫过网，这边在组织给后排，杨文锦将球扣中。这个球云南女排这边的防守两个人也是稍微抢了一下。现在场上比分是15-17，云南女排领先两分。张一婵发球，一个吊球被防起，张一婵的后排，这个防反确实起得比较冲网，也是没有第二次接应起来。深圳女排也是将比分追至了只差一分。传到位，小心点被防起，给三位的半高给清掉，调整给后排，再次被防起。好球，新传球的扫位强攻，这球也是打到了篮网队员的手，落在了界内。一传不到位，调整，轻戳在中间。这个球确实打得有些着急了，确实熊青青作为一名05年的二传，场上的精英，但还是有些欠缺，这个球处理的不是特别的成熟。这边换上了4号于军伟，配合出现了失误啊，再次送了个探头被防起，再次新传球，好球，一个打手落在了界内，打手的变线。深圳队换回了变线，快球被防起，给孙凡琼，小心点，也不是被防起。这个球是给的杨文锦，球也是打到了手，
深圳队也是换回了波斯科维奇。一个交叉，好球。刘梦雅将球扣中。打了一条拐手线。现在云南大学仍然领先两分，云南女排仍然领先两分。那这个发球也是想发底线，发到了界外。云南队也是请求了这个球的挑战，挑战这个球是落在了界内。但确实这个球是个界外球，挑战失败。云南女排仍然是领先一分。好球，胡玉琴将球扣中，一个打手的变线。这边深圳女排这段时间在拦网上确实做的没有前两局好。一个探头，云南女排的这段时间的发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现在是领先三分。哎，经常跳两下防守，使得太快的动作你控不了那个光点，是不是？啊，大家把这一攻打好了，啊，对方不放我们，靠自己冲啊，这时候啊，对不对？你这时候等靠，啊，没有机会了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上啊，听见没，大家啊？啊，再来再来，先把保证会做好了，加油，来，上上，来，还是我。暂停结束，比赛继续。观众教练还是嘱托场上队员，在场上还是要主动自己的去冲击对方，要创造机会自己打。现在是张新路发球，一个交叉，好球。把波斯科维奇将球扣中，一碰不到位，调整，这边反击。张一婵的小斜线将球扣中，有效拦网，再组织给张一婵，这球也是打到了手，落在了界内。现在场上比分是22-22。云南队也是请求了挑战，挑战这个球是界外球。确实
实这个球是压到了一些底线，是挑战失败。在刚才那个暂停回来之后，深圳女排是连得了三分。这边是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深圳女排是反超了比分。云南女排也是请求了第二次暂停。那么双方这一局比赛的暂停数都已经用完了。每个人准备接应啊，这个时候每个人准备接应啊，动作。小友啊，叮嘱啊，有啊有啊有啊，我不在，联系注意看网球，其他人每个人准备接应就完了啊。我想注意三万球，对的，对，这个 OK 可以，这个亚洲。暂停结束，比赛继续。双方这一局后半段打的也是非常的焦灼。张倩发球。保护起还有。再给刘梦雅。这个球有些可惜了，这个球其实起得挺高，调整球，现在比分来到了23-23，被防起。这个球也是打到了蓝网队员的手，也造成了单手出界。这边深圳女排也是请求了一个挑战。也是挑战了这个球未打手，但是确实看得出来这个球是打到了篮网队员的手。现在云南女排也是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传半到位，调整给张一禅，防守起还有，这边再组织，再给张一禅，好球，一个强攻的直线，现在比分来到了24-24。关键时候张一禅手还是非常的硬啊，打得非常的坚决。现在是大波斯科维奇发球，一传到位，给胡玉琴，这球打的也是非常的坚决，打了一条大斜线得分。这局云南女排场上场下的氛围都非常的提得很高。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云南女排也是以26-24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深圳女排2-1领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行的是真正中赛女排和云南大学滇池学院的第四局比赛。在第三局中，云南女排是靠着顽强的比拼赢下了第三局，以26-24。边缘发球，这边起球，保护起还有，处理球。哎呀！打手出界，博斯科维奇的二号位强攻，这条直线也是拐得非常的漂亮。深圳女排是率先拿到了第四局的第一分。半到位，调整。这一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杨文景的一个四号位高压吊球，吊了一个长线的直线。手出界，胡玉琴在第三局的表现中就非常的亮眼，在进攻端手毫不软，打得非常的坚决，毫不手软。胡玉琴她也是2002年出生，也算是一名小将，但是在场上的表现她还是非常的全面的。这个球也是一个交叉，面对着三人拦网，大波斯科维奇还是凭借着个人能力将球扣中。半到位调整，这个球给的确实有一些勉强。二号位这个角度确实也不太好打，被对方抓了一个拦网。现在场上比分是4-1，深圳女排领先3分。一个轻吊，何燕西将球吊中。球也是一个打手，直线打得非常的漂亮。保护起还有。胡玉琴再次扣球得分，打手的出界。一传到位，一个背飞的吊球。反击，好球！孙凡琼的打手出界，云南女排这边今天两个主攻的发挥都是非常的出色的，孙凡琼和胡玉琴在进攻端的发挥是非常的亮眼。这个球也是胡玉琴的发球直接得分。你休息就解完了。
现在把比分追平，现在双方是五平。前区我有。传到位，一个交叉球，好球。张一禅将球扣中。前面的轻球，小心点被防起，给张一禅，这边也是被防起，调整给宋丹琼，再次起球，一个快攻，好球，李彦希将球扣中，打了一条长线。深圳队也是进行了换人，换上了九号王佳敏，换下了十五号魏雨欣。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云南女排反超了比分。云南女排在第四局开局势头也是越打越凶，充分的调动自己的各项技术。这个球也是张一禅的个人能力造成了对方的打手落在了界内，这个球对方的副攻拦网队员也是没有来得及并在一起。起传到位，这边起球，调整给杨文锦，但是这个球被直接拦回。这个球确实照得比较的严实。再给杨文锦，被拦回，但这个球是云南女排这边自身配合的一个失误啊。好的，叫我好了，你叫有就有。那是王佳敏发球，看你旁边跳，看他有。小心点被防起，给杨文锦，这边再次起球，打了一条直线得分。孙兰琼这球也是打得非常的聪明。深圳女排现在在进攻端网口并不下球，反而是云南女排这边进攻端发挥比较出色。这边防守也是非常的拼啊，但这个球处理的确实有二传给的，确实有点着急了。这个调整球，这边正好对方的三人拦网都聚集在中间，这个球也是直接被拦了过去。给三号位半高球。停掉被防起，直接的一个探头球也是被防起，好球，大波斯库维奇将球扣中，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啊，比分都是交替上升。好好好
这球也是打了一个直线啊，胡玉琴。非常的漂亮，手腕带的非常的出色，打得很坚决。现在场上比分是10平。一个轻吊球，对方拉回，再次吊球，保护起来还有，这边处理球，一个打手出界，也是凭借着大博斯科维奇的个人能力，帮助球队再得一分。今天云南女排的小球串联方面做得非常的出色。这边无功过网，深圳女排的机会，好球，这个球组织的非常的明确。利用了网长拉开了距离，这边云南女排也是请求了第一次暂停，主打哪人的信心，把打哪人的时间你会特别信心的啊。刚刚加了蓝色前面要拉丝止血了，你自己看了点上考因为你打了很多，他们教练也已经告诉他们哪里的时间，这是容易信心，打哪里坚决也可以打，他不一定能过的，你那球在你那个位置上，你要相信放大人了嘛，特别是啊。再来再来，球太大了吧？一二走！暂停结束，比赛继续。发了个前区球，好球，云南女排再得一分。这边深圳女排也是请求了换人，换下了12号杨文景，换上了4号于军伟。这边刘梦雅也是经验的非常丰富啊，追发刚刚换上来的于军伟，确实刚刚换上来之后，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会存在着一些压力，身体还不是特别的热。教练也是重新换上了杨文景。调整一把，张一婵抢攻被防起，一个轻，这个吊球显得有点着急了。练习将球掉到了界外，确实他是想要避开拦网队员的手，但是确实这个线路处理的还是太长了，抢到位，给防起，再给胡玉琴，一个小斜线打到了界外，张倩的发球失误，
双方也都是想拼发球的，破坏对方的一攻。现在比分是14-13，深圳女排领先一分。注意停发球，这边也是还了一个发球失误。发了个前期新球，一个背飞被防起，被张一婵保护起，还有好球，孙凡琼的扫位强攻打到了对方的篮网的手，也落到了界内。传到位，一个背飞，好球！王佳敏将球扣中。这球也是打的，组织的非常的漂亮。球，张一婵的发球直接得分，也是将帮助球队将比分拉开到了三分。一传到位，给一个背飞。篮网有效挡起，这边一个轻吊，但是正好对上了篮网队员的手。一传到位，给个背飞，还有这个球也是调整一下，再给杨文锦，杨文锦的四号位的斜线将球扣中。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战术组织，晃过了对方的副攻篮网队员。好球哎，有一传不到位，这边无攻过网，现在女排的机会，一个轻吊，还是处理球，再一次机会球，一个快攻被防起，被对方抓了一个防反啊！孙凡琼的一个打手出界，好，过来，再来。的确，这两个球对于深圳女排来说还是比较可惜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机会球，直接处理过去一个探头。对方起，还有这个打的那一下手还是有点软。等一下，等一下，过来，等一下，别让洗，没有水。云南女排也是把比分追到了只剩一分，也是使得深圳女排要领暂停。好啊，哎，这机会来了抓不住啊！你扩大比分的时候，扩大优势的时候，是不是？哎，过就过了啊，反正看前面啊，看前面啊，哎，这个球过了不要再想了啊，不要再纠结上一个了啊，所有的。
的注意力都集中下一个啊！哎，组织好，组织好啊！哎，外援可以后宫接加上去啊！哎，刷开带娃给他冲不进去，体能也下降了，现在啊，拼得很凶现在啊！啊，记住啊！哎，再来，注意集中啊 ！OK。暂停结束，比赛继续。孙凡琼发球，一传到位，给一个后排。这边起球，一个轻拍。再给胡玉琴，这个球确实这边云南女排也是请求了一个挑战。这个球裁判是吹了四次，云南女排也是挑战，这个球是扣球时候碰到了对方篮网队员的手。这个球的传球时间也是比较长啊。确实可以看到没有碰到篮网队员的手，是碰在了网袋上。挑战失败，现在场上比分是19-17，深圳女排领先两分。小心点被防起，那这个球深圳女排这边拦网的一个破网。深圳女排自身的失误确实可以再减少一些。转到位，这边配合出现了失误，同时云南女排这边也是出现了失误啊，球扣到了界外，双方都没有抓住这个球的机会。现在深圳女排率先进入了20分。转到位，被拦回，保护起还有，再给打了一条直线得分。胡玉婷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亮眼。状态非常的出色。一传到位，好球。张一婵也是还了一个直线。现在是张倩发球，扳到位。这个球确实调整的时候有些上网，直接被对方的篮网队员罩住了。现在比分是22-19。好，深圳女排是领先三分，云南女排这边也是请求了第二次的暂停。好的，进攻。
教练也是想布置一些战术。好，你把球给我给了，我就给了。你们两个就准备，你们两个就准备一下。教练那个教练在旁边说的话，防一点五后卫，你们自己就盯着教练来判断。好，他就是追他的后区，不行的话就让他垫前面的，后面的你帮他接。好，你们两个自己沟通。一二三，很快呀，这个。暂停结束，比赛继续。队长刘梦雅也是在嘱托自己的队员们。这边拦回保护器还有。这个胡玉琴的扣球也是被直接拦中。摆一条直线，但是被大波斯科维奇直接拦回。现在场上比分来到了23-19。再给胡玉琴，这个保护确实，这两个球的保护确实没有跟到位。现在是深圳女排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深圳女排手握5个赛点，带给胡玉琴一个平打，打到了对方拦网手的指尖，造成了打手出界。现在胡玉琴是来到了后排，连续的机会球都给胡玉琴，胡玉琴也是非常的敢打，不管是被拦回还是也是破。这个球也是云南女排抓了一分。深圳女排也是请求了第二次暂停。现在深圳女排也是手握3个赛点。刚才没有站住了，每个时候要不调，要不垫，垫条都有。后场不好传，一传容易失球。先把一传垫好，一传垫好，几个战术跑起来。他俩垫好了，金一东，一二三，没事，一乱死，后场有我呢。暂停结束，比赛继续。胡玉琴发球，这边也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啊。深圳女排场上显得会比较乱一些。等一下，等一下，下一个有边儿行。胡玉琴对于发球的冲击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张一婵强攻被防起，这边组织，再组织。再次被防起，好球，孙凡琼的强攻得手。这边云南女排连续的得分啊，也是在把场上的气氛充分的调动了起来。现在比分来到了24-23。上半到位，有一个交叉好球，最后还是凭借着波斯科维奇的强攻拿下了最后一分。第四局结束，深圳女排是以最小的分差25-23取得了第四局的胜利。
最终深圳女排是以3-1的大比分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深圳女排。本场比赛云南女排的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胡玉琴在进攻端以及在防守发球各个环节上做的也是非常的出色，场上队员整个的串联球小球也是做得非常好。不过确实深圳女排在第一眼和进攻端的处理球更显得更成熟一些，最终也是深圳女排以3-1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同时恭喜深圳女排，同时也要感谢云南女排贡献的本场精彩的表现。